大家好，接下来我讲解一下自身魔棒是怎么玩的。好，拿到这个玩具之后呢，你可以发现两头呢是用橡皮筋连接在一起，我们这个时候呢只需要用食指和中指夹住一头，任何一头都可以，这个时候呢皮筋就会被拉了出来，然后呢把拉到顶端，可以清楚的看得见，然后呢我们大拇指捏住，这个时候呢可以发现皮筋在这里面，我们只要均匀的松开大拇指，你就会发现呢橡皮筋就会慢慢的把它给带动了上去，魔棒呢就会自然的往上升。